同好戏之人过招，李佳芯唔觉有压力。方中信、李佳芯、曹永廉等人日前就出席无线新剧《律政强人》的杀科宴，李佳芯坦言啊，同方 Sir、智叔等好戏之人过招唔会有压力，反而仲可以从对方身上偷师啊。咁佳芯，你今次拍剧最辛苦系咩呢？最辛苦啊，对白啦，其实今次的对白是始终律师的戏的对白，每个演员都是很长，咁同埋咁工作成日都会长，咁始终有时闯接外景啊，咁喺精神未必好够的情况底下，更加吃力嘅会觉得，咁但系后期习惯咗都好啲，好啲。咁方 Sir 话拍完呢套剧之后，打后十年都唔会再拍剧、哦，你点睇先？讲到咁绝嘅佢，佢个人咁绝嘅咩？讲到，哇！咁我咪好荣幸可以成为佢最后一套。嘉伦又系俾你喎，嘉伦，你翻嚟第一次又系俾你喎。我有啲受宠若惊，呢个 moment， 所以要更加俾心机咯。同前辈合作系唔可以有压力噶，即系虽然点都会紧张嘅，但系我希望将佢化做唔系压力，而系一个更加要俾心机，因为有紧张系好嘅，紧张代表你会更加努力去嗰件事。Thank you.